代吼，大家拢较知影台语有几个唱到袂歹，较早哦，全部台的观众朋友，你们是他的粉丝对不对？对，尖叫声！啊！新一代的歌王，他的闽南语歌真的唱得非常的好，我们明治之星比赛出来的金质之星，欢迎许富凯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歌曲《金火砖》。Thank you.
千天，好吗？别人把人先提，哎，不然感情也还没来得及。哎，就提了，就提了。好。心里。
可以再欢迎啦，算计嘛，算计嘛，咱欢迎咱台中上好的好朋友哦，都到我拢来，都非常的欢迎你们，欢迎。那今天除了欢迎你们来之外呢，谢鹏伟在公司开始结束了哦，啊，谢谢谢谢。我们光靠吃吃了。哦，好。我问你，我看你洗澡，你哪不起来啦？你是娃娃没啦？啊，没啦。啊，没有。哦，啊，几个囡啊？十个啦。啊，这现在无一定啦，无大好，你若足多嘛有。啊，是大好也无多嘛，真多。啊，现在囡仔真真艰苦嘞。啊，有偌济人结婚，有偌济人离婚，然后什么阿姨。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来欢迎郭婷云。
那你那个标题啊，你看你那个白搭，对哦，你那个白搭，那个人就是出问题啊。这当然，我已经做完的，我是这种的。